哎，你小心点，我帮你拖吧。我自己来就好。 你们之前说的恋爱综艺，我还以为是开玩笑的。之前是玩笑，现在是真的。这个决定是公司开会上下一致通过的。现在这个男主呢，也已经答应能够配合营业了。嗯，看来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了。虽然都是剧本，但还是要顾及一下新营业对象的感受。 所以要麻烦你的这位旧人稍稍注意一下，别跟他太近，以免影响网友课堂。谢谢。嗯，薛老师，我是张景川，第一次参加综艺，还请薛老师多多关照。哦，我也是第一次，一起加油。哎，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不会太唐突。您说，大家都是同龄人吧。 谢谢。谢谢。你好，阿美是吧？嗯，好。我们这个剧综联动啊，是这档节目跟其他恋综最大的区别。综艺录制和短剧拍摄会穿插进行。我们对嘉宾最大的要求啊，就是要投入。哎，互相要甜，就像真情侣一样。如果你要是。 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跟着我的节奏吧，我带你。按台本的话，我没问题。Hello， 我是你今天的约会对象。 我要张景川。你好，我是许西西。哎，小心！啊！西西啊，我们拍的是恋综，不是动作片。你让你的保镖稍微不要这么敬业，行吗？没关系，导演，我正好想换一个打招呼的方式，你再来一遍吧。再来一遍。我没事。 你好吗？嗯，还行。刚才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可别着急谢我，一会儿要把你摔了。你得怪我这当老师的。我们往这边练。嗯。你先听我说啊。嗯。你的重心要低一点。啊。嗯。这样。哎，往这儿。哎。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比刚才好多了，是吧？哎，景川，我有点饿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找个地方吃东西？哦，好啊，哎，你坐一下。好。哎呀，谢谢。啊，帮你把鞋脱了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徐西西小姐，
你敢不敢给我一个装绅士的机会？你这样我很尴尬呀。我怕明天我就要上新闻头条，标题是大小姐让某当红小生跪地换鞋，滚出娱乐圈。哎，你小心点，我帮你拖吧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好，感谢各位，今天我们收工了。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导演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。明天那个短剧，导演说想让咱们今天晚上抽空对一下剧本，9点半，时间 OK 吗 ？OK 的。啊，我车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谢谢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我拿伞送你。伞给我。再见，谢谢。哎，这个保安还真是碍事儿，还是得想个办法跟他单独见面。刚才是故意的吧？不是。对，是我呀。
曾不知持以守护的名义，无需分外说明的孤寂，无关身份。明天七点半出发，我七点钟叫你起床。就算需要逆光前行，一次My love in my dream， 深藏